走起来。左脚脚后跟用力踩，脚尖用力勾，准备收大腿，收小腿。三二一，勾。不要害羞，不要驼背哦。双膝伸直，转换锁侧勾。收大腿内侧之肉，保持住。左腿右腿屈膝高抬，上走。从头到脚啊，一个大综合的消耗，把膝盖抬高一点，挤压您的腹部，瘦小腹，瘦大肚子，减掉大胃包。保持住。跨菜机场准备向下。年龄在背，气质在肩。如果你的肩变窄变薄一点啊，真的会让你试着年龄显得年轻十岁。保持。也跳步准备，跳步走来，开口跳准备走换。体能不好的原地跳步，跟不上的原地跳步。保持住，加油喽！手臂端平，记住，超过150斤的原地踏步，体能不好的别硬上原地踏步。双手向上，伸直上，不要憋气，原地踏步，左腿走。双腿微蹲，单腿右侧蹦起来喽。三二一，走。很好。身体啊，虽然不会说话，但是呢，它会告诉别人你过得好不好。大臂夹紧，小臂摇。到了一，保持住，小手材料掐住，继续。不同的年龄，不同的舍取取舍啊，不同的岁月，不同的生活，珍惜当下，活在当下。前侧绷脚筋，七哥你别撂蹶子，你别萌。体能不好的原踏步，继续。继续，保持住。原踏步，单腿右侧，三二一。你的身材就是你的明天。保持住，把美留住，人生就一次。原踏步准备转换走来，非常好，只要开始就坚持住，每天都在变好看。左脚尖向前踢准备，三二一，左。保持住喽，两侧转换。成年人的世界不存在永恒的靠山，你最强的靠山永远是你自己，是你的努力和你的独立。后走，
Hello?走来，往前侧，走来。